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澜沧地域广阔，民族众多，各民族传统文化多姿多彩，绚丽灿烂。 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、发展传统文化中，已经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。我们深信，在不远的将来，美丽的拉祜山乡将以更动听的歌声、更加美妙的音乐，迎接来自四方的朋友。现在，让我们同唱快乐拉祜。